我们虽然专业聊表不随便探店，但是格拉苏蒂放了一个大招，是首款带有计时功能的潜水表，这个我们必须拿过来看一看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腕表流行力，天书接地气。大家好，我是流行力。如果你是刚刚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啊，你们好。我们是能拿到最前沿的腕表资讯，而且我们保证每次播报都能给你带出几个知识点，跟着我们一起长知识。格拉苏蒂原创啊，推出了一款它这个品牌首款带有计时功能的潜水表，也就是全新的 CQ 计时表。我们在研究这个资料的时候发现啊，这款表在颜值、功能、机芯和做工这四个维度上得分都特别高。我们预计这款表对很多资深表友有很大的毒性，因为但凡是对高级腕表研究到一定程度，这款表上有的东西都逃不过他们挑剔的法眼。真有这么神吗？有必要实地把玩一下，看个究竟。就是这款。关于格拉苏蒂原创这个品牌，我们以前节目说过，大家可以回看。CQ 的计时表啊，它属于豪华运动表。大家知道，市场上对豪华运动表的追捧啊，有点像汽车行业的吉普效应，或者是 SUV 效应。我开 SUV， 虽然大多数时间都是堵在上下班的路上，但是我拥有一辆能够走烂路的、功能强大的车，这也是一种梦想的移植。玩表也一样啊，虽然我不一定用，但是我的表必须是给探险家用的，或者是军用级的。格拉苏蒂原创 CQ 的原型啊，就是德国国防军海军的军用腕表。目前最高版本就是这款自动计时了，它满足甚至超越了两个标准，一个是 ISO 潜水表标准，一个是德国的相关标准。自动计时潜水分开做，对任何一个大牌都不是太大的问题，难的就是把这三项功能集成在一块腕表上。按照我们的惯例啊，咱们就从外观、功能、机芯、上手效果这个程序走起。先说这外观啊，喜欢大表的朋友有福了啊，这尺寸是43.2毫米的，对于18厘米左右手腕的来说，还是在上限之内。关键是这个比例啊，它很和谐，因为是码表，它的表盘上呢排列着各种功能小表盘，看着既专业又匀称。还有一个大日历，这也是这个品牌标志性的技术美学特征，完胜同行啊，这里就不展开了。腕表的美学，一方面是颜值，另外一方面是操作手感，这跟车一样啊，操作的感觉决定了车是不是高级。CQ 这款表的计时计芯带有柱轮机构，我们节目早期的内容里曾经介绍过啊，柱轮机构是衡量计时计芯的一个标志，带柱轮的机芯，一个是传统，一个是手感舒服。现在咱们试试这手感，感觉精确，阻力恰到好处。这个表圈是单向旋转的陶瓷表圈啊，也是可圈可点。这有一个60秒的小表盘，这还有一个30分钟计算。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30分钟计算的使用。计时码表呢都有一个计算功能，在这个码表上呢，它在3点位呢是30分钟计算，就是计时秒针走一圈呢，表示它走过了1分钟。这个1分钟呢需要有人给它记录下来，在这上呢，这个分钟计算呢，它就会走一个格，记录秒针走过的一圈。它总共可以计算30分钟。计时表呢有一个比较时髦的功能，就是飞返啊，就是它在秒针运行过程中可以随时的回零，同时瞬间开始第二次计时。举个例子啊，现在我们开始计时，秒针开始走动，当我们需要重新计时的时候呢，我们不用停住它，只要直接按住这个按钮，它就可以瞬间飞返。现在秒针在这儿啊，我只要一按这个飞返按钮，你看它直接回零，完了瞬间又启动了，这就是飞返功能。这是一款集成自动上弦的计时机芯，业界的里程碑啊！还有一个就是增大了摆轮空间，调整了机芯的构造，可以让它的顺畅的摆动，从而获得更多的有价值的摆幅。这就好比汽车的发动机啊，有些车子一开空调就开锅，车子发抖没劲儿，而动力储备大的发动机呢，带空调不影响动力输出啊。这个表呢有70小时承重力，周末无忧啊。注意，当下的业界标准一般是大三针机芯达到70小时。但是这款 CQ 呢，它是集成了计时功能的，所以呢70小时动力属于很高的标准。这个增大的摆轮空间啊，让机芯在走时或者是掐秒表的时候啊，更稳定更准确，甚至在计时功能运行时尽可能的实现摆轮的震荡一致，这个老厉害了啊。这就是德国品质在高级腕表上的体现。你可以问一下你身边的朋友啊，并非所有的潜水表都能达到这些标准。这个机芯呢是 Caliber 37-23， 它集耐用性、精准性和易用性等特点于一身，而且是硅质游丝，它有强大的抗撕能力啊，实现更稳定的摆频和更高的走势精确性了。在做工方面，这是陶瓷表圈，它就天然的防剐蹭啊，表壳呢是复合打磨的，拉丝啊、抛光这个节奏很高级。看看这背面啊，
是薄皮大馅儿，机身做工呢，按照腕表多发的测评呢，也是很高的二星级。你有质疑吗？打在弹幕里。这种集成了自动上行计时功能的潜水表啊，对格拉苏迪来说还是很新的。这款表不论从专业角度还是颜值，对其他品牌都有足够的杀伤力，比 ISO 潜水表标准更具抗震性。潜水腕表的要求之一啊，就是耐受一米高的撞击。对每个拥有机械表的人来说呀，这属于惨不忍睹啊，一米高的撞击啊。格拉苏迪原创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？它用一个内六角螺钉啊支撑在表盘这儿，这是业界仅有的，在军用级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呀。玩表无上手试戴都是耍流氓，咱们上手试戴一下。对于一个16到18厘米腕周的朋友啊，这个表还是在上限之内的啊。至于说更壮的朋友，那就更无忧佩戴了。这个链带配置有4种啊，橡胶的、钢链的，还有2款是回收的，蓝色和灰色的尼龙表带。这个回收的概念还是很高级的啊。总结一下，格拉苏迪原创，以原创为荣，传奇血统的军用潜水表，如今增加了顶流的配置，自动上弦计时机芯，长动力硅油丝，带实用的非反计时啊。这款表的调时它具有发烧级的停秒调时功能，什么意思呀？就是说你想精确调时的时候，把表冠拔出，这个秒针呢自动停住，便于你精确调时到秒。在这个认证标准方面啊，它超过了 ISO， 超过了 DIN 标准，300米防水，这个品牌最得意的大日历也在这上面。还有加上了防刮擦的表圈，整体式设计表壳，可以说是历史上颜值最高的 Seiko 内外兼修。接下来就是听听你们的想法了，把你们的想法打在弹幕里也行，打在评论区也行。最后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谢谢，下次见。